现在到处又传疯了。2023年，男人给女人买黄金，男人干啥都顺心。你再给女人买榴莲，你今年肯定能挣大钱。买过榴莲，买火龙果，你生意越干越红火。你再给女人买哈密瓜，你干啥啥都能发。其实女人也不想要黄金，就是为了让男人2023年干啥都顺心。女人也不是买不起榴莲，就是为了让男人能挣大钱。男人嘛，一定要给女人买黄金，你得明白女人的良苦用心。买买买，必须买，走，现在就去买。哎呦我的妈！